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bel。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application， 我们的一个软件 Abel Chinese 是怎么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下载 download for your computer or mobile phone 都可以，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verview。那这个是一个 general 常规的，就是我们的一些 notification 会放在这里，或者是一些update 会放在这里。我们的课程的话，核心的课程是 HSK。我们把1到6分成三个elementary intermediate 还有 advanced， 还有我们的这个口语生活口语的课程。这个课程呢，我们是采用的 developing Chinese 发展汉语的一个教材，好吧？然后有这个BCT 商务汉语，我们用的是New Silk Road 新丝路商务汉语的课程哈的教材，去给大家录制一些课程，包括上1:1 level 课程还有我们用的 YCT 少儿汉语主要的课程的话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也会给到一些语法的一些课程，那这个的话不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课程了，大家可以在这里呢点击这个一点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非常方便语法100课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个 Modern Chinese Grammar， 好吧？大家可以去点击去学习 Video Course。 这是我们主要课程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中级intermediate。 那我们的一些视频课程呢，每次更新的话都会在这里会看到这个 post 大家可以在下面呢去提问问题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comment below 比如说老师那如果说你要看完整的 video course 你点击这里你可以查看点击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一节课一般会至少录制 AB 两个部分to pass 那这个是 HSK4 应该还有5在哪里呢？你要点击这里一个 catalog 在这里，这呢 HSK4 的 textbook 讲解workbook 讲解3还有3 3immediately 是 HSK 3和4大家去学习好吧这个点击在这里那后面就出现 HSK 3，那这里的 textbook audio 都有或者说 advanced HSK 这个5和6的课程大家在这里看一下，这是 HSK 6的那五的呢，大家一定要点一下这里五的 textbook 讲解你点击一下这里这边的话就显示出来了，对吧？非常的方便大家去学图书馆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图书馆我们所有的汉语学习的资料的话都有这个比如说这个 training material 就是我们的课程的教材都会在这里找到这个不用去登录的那这里呢，比如说 HSK YCT Developing Chinese， 包括成功之路轻松学汉语、亚博汉语商务汉语新思路的商务汉语，包括汉语本科汉语教程，包括这个繁体的这个台湾师范大学的这个课程，当代中文大家点击这个图标就可以下载了，它链接的是 Google Java Travel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视频的课程，包括教学的一个资料，包括口语语法 HSK BCT 对了，这里中国文化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会更新一些更新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在这里，比如说这个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意你分担所有，很好听的歌曲会分担，包括一些grammar 关于 history 的，或者说一些 movie 的
这个比如说这个音乐方面的大家都可以点击这个歌曲呢去看去听去学汉字包括历史电影电视剧等等都会在这中中国的一些书籍中国的一些书籍都会在这里好另外的话呢汉语教师的如果说你是海外的教师或者说我们的同行都可以付费进来这个软件呢我们已经不是在免费了这个呢会有7天小班的课程可以去买就 live 课程1:5的但呢我们这里呢也放了一些分享了一些我们这个一些 video course 去给你去分享关于这个汉语教学创业的教学感悟的行业心得的那这个7天的小班的课程呢大家可以去买价格不贵而且的话都是我们实操的课程比如说这个我打开哈你像这个如果是你初学者这个我们课程你可以选择上根据学生你的需要我们去提供上课的一个内容包括非常实用的汉语教师如何开发市场的这个经验包括我们还会做一些比较实操的课程比如说上课软件的使用包括如何在Facebook YouTube 等 社交媒体营销如何开发自己的个人网站如何开发欧美的市场如何剪辑自己的视频如果你需要我们都可以讲但我们基础的7天的课程呢大概是这个样子都是以实践为主大概是7天的课程大概是$66大概400多块钱那是400块钱左右有360/62对400块钱左右这个都是你想去提升你的汉语教学的能力了解这个市场如何去把它长期稳定的作为自己的一个职业去做这个课程是非常有用的包括我们对于海外学生呢海外学生的一个 VIP 的一个服务service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提供的课程主要是3个那第一个呢是我们 VIP class 是lifetime 我等会着重介绍一下这个那这个是1:1的25分钟$10左右如果买的多一点会到$8.29一节课那我们小班课是1:2的大班的或者1:几的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做实验过也不好组织1:2呢是比较好比较好去操作包括上课时间比较好协调而且的话呢时间的分配比较好因为上 live 课程主要是让你多说多开口去讲人太多你基本上讲不了而且每个学生情况不一样就很难效果不是很好但我们只做1:2的1:31:4效果就不是很好了好那我们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了哈这个VIP class 也就是大家购买以后就会到我们的这个爱博 APP 里面也就是我们 VIP class 的学生好我在这里做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这个是 Teams 就是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些 channel 大家可以去学习我们1:1上课的话也是用这个软件用我们的这 Apple Chinese 爱博汉语的软件上课比如说这个公开课我们也是用在这里上课大家加入了这个application 以后就可以参加比如这里一个 join 比如说11点11 o'clock 我们会有 elementary spoken Chinese 下车的第3课公开课大家就可以加入进来就可以了不限人数让你加入进来就可以然后我们的这个 chart 这里呢我们上课我们上课的话呢1:1上课也是用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发消息给我们在这里问比如说你在你学习的过程里面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send a message to us 会回复大家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那公开课的话呢比如说一般我们会通知在这里open class 比如这里大家点击see more 点击一下这里就可以加入
加入这个课程。好，这是关于我们爱博 Chinese 基本的一个用途，是这样的，非常方便啊。大家基本上想学汉语，加入到这样的一个 APP 里面，加入我们的 VIP class， 基本上你就够了。那 enough， 好啊，我是 Abel， see you， 拜拜。爱博 Chinese.com， 让汉语学习没有门槛。